只要逗人开心，大家欢乐，他就说，他跟我说这样就足够了。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愿意，只要你高兴我都会支持你。现在非常的虚脱，所以说我们曾经发了一个声明，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点空间。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他的悲痛是没有办法用言语表达的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给予空间，让他疗伤止痛，我们希望他能走出来。每场的表演觉得他很累，他现在坚持着，这是我发觉到他是他像表演，他现在都在坚持着他的表演，就是要把这个表演演完，我一定要演完，要做完我要做的事情。他好像不是在比赛，好像是在表演，只要逗人开心，大家欢乐，他就说，他跟我说这样就足够了。你要做什么我都会愿意，只要你高兴我都会支持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